地球地壳上有很多地方遍布地热温泉，其中有部分的温泉美得不可思议。今天仰望世界为您带来世界上奇特的温泉。蓝湖温泉是世界顶级温泉圣地，有 99% 的人来冰岛旅行必去的景点就是蓝湖。冰岛蓝湖地热温泉位于冰岛西南部，距离首都莱克雅未克大约39公里，是冰岛最大的旅游景点之一。蓝湖所在地是地球上地下岩浆活动最为频繁的区域之一，温泉提供游玩之外，还经过换热器处理后为周围的居民提供热水。同时温泉附近熔岩流制造的大量热水和蒸汽还被地热发电厂用来涡轮发电，可谓一举多得。蓝湖洗浴和游泳的江湖地区水温平均在40摄氏度左右，水体有丰富矿物质如硅和硫。在蓝湖泡温泉可以帮助治疗一些皮肤疾病如牛皮癣等等，如果水性好还可潜水去挖白色的温泉泥涂在脸及身体上，据说能美颜健体。纯天然的护肤功效，尤其衍生出的美容品，在北欧国家销路非常好。一边敷着蓝湖特有的硅泥面膜，一边放松的泡温泉，想想都是一件美妙的事。由于它离雷克雅未克市凯夫拉维克国际机场不远，许多途经雷市的旅游者利用转机的几个小时空闲，专程坐车到蓝湖，泡在湿热的水里，用白色的硅泥在身上揉搓，会将那旅途劳顿一扫而光。蓝湖虽然是露天的，但因是温泉，一年四季都可接待来访者。即使在雪花飘飞的冬季，湖面依旧热气弥漫，如烟似雾，融入其中感觉仿佛沉浸在迷蒙世界里。怎么样，对于这个美丽的蓝湖温泉，你想来体验一下吗？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